士兵进行曲，实在有够赞。美食家特别来宾熊海玲熊姐，煮一碗好喝的鸡汤给爸爸喝，实在有够赞哦！好像个红哥红哥巴斯。工作低潮的时候来一盘牛肉炒面，实在够赞呐！好爸爸，好爸爸！哇！这是我们美食健康操开始喽！他说呢，这美食就是只煮一碗好喝的鸡汤给爸爸。对，好娴熟哦。是是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？是什么状况呢？因为我老爸呢，我跟我老爸感情最好，我煮的鸡汤呢，他都很爱喝。那现在呢，我每次煮鸡汤的时候，我都想到爸爸，所以现在很想再有机会煮给他吃，都没有机会。所以好喝的鸡汤是熊姐心里面的另外一个回忆。那红哥呢，就是说第一场来的时候吃一盘这个岳母的炒面呢，像我少年不得志，就是我在他们年纪的时候是曾经非常的低潮。真的对，有很不顺遂的时候啦，像我们那个时候曾经想要在演艺圈也要好好的走下去，可是有一段时间呢，它衔接不上来，就是有了这一餐，没有了那一餐。我本来想说都不要做演艺圈了，那我顶问嘛，很会煮炒面，我等一下他的炒面里面的料有多实在吗？说多实在就有多实在，来说看，所以有什么？一定有炒面嘛。喂。有香菇，香菇有干贝，有干贝啊！对啊，炒起来之后你吃下去，我跟你讲，眼泪掉下来。我们都眼泪掉下来，更何况是一般的客人啊！所以我那时候说，如果不做的话，我就干脆去卖炒面了。哎，不错啊，不错啊，有那个香菇。可是人是因缘际会的。但是你要卖炒面的时候，要先请我吃吃看你的炒面炒得如何。没有，我乃目屎都流落来，都代表你炒的面很好吃。哦，我若无流目屎，你都。每当你把菜一定会流下来，我会上上万五百。我也是新的糖水啦，真的。这每个人对美食的定义不一样。紧接着下来，我们今天的美食咕咕了会有什么样好吃的东西呢？一定要好好的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马上来进行我们的美食咕咕了。今天美食要介绍给大家的是好吃又补身的药膳花雕猪脚，以能够活气补血的陈年花雕，配上肉质细致的黑毛猪猪脚，用文火4小时精炖而成，富含胶质的汤头可是滋补的美容圣品哦。这道补气又美容的美食到底是价值多少钱呢？请我们的美食小天使新妹妹上菜喽！哇哇，我们的药膳花雕猪脚采用的是500cc 就1000多块的陈年花雕下去烹调的哟，还有我们的肉就是用肉质细致黑毛猪的前腿，是一般猪肉的2倍价钱，还有里面是用非常珍贵的中药材，但是秘密不能说。哎，是的，我们唯一可以透露给你们的就是我们的花雕，陈年花雕15年以上才能叫做陈年花雕，哇，价值不菲啊。这样子要上花雕猪脚，你们觉得它要多少钱呢？第一组请估价，250，能不能再高一点点呢？能啊。第二组高一点，红哥炖得很久，550块钱，550块钱，很多，比刚才多了很多，请你再高一点点好吗？还要高，你看看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猪脚料多实在，我猜它688，688，好利一路发，拜托，一定的数字，可不可以请你再低一点点呢？再低一点。110块，非常的接近，而且我本人感觉你好像是不会吧？错了，一点。第二组请估价，实在有580了啊，就是580块，580块钱，真的很会猜，真的很会猜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，580块钱，恭喜你，再高一点，再高。再高一点，完全就是保养圣品，你们觉得他会不会是猜对的呢？恭喜您答对了，580块钱。585块钱，我们第一次吃到，哎，有这两个就没有伦理。哎呦，对对对，
我先喝一下他的那个喝汤头，你真的是老饕吃老饕哇，这真的是成年酒啊，喂，成年十五年以上的花椒酒，十五年以上的花椒酒，哇，哎呦，那我现在就烫两次，哎呀，稍微一碰就，哎，我第一次咬到猪脚的皮这么容易就可以，它直接咬下去就断掉了呀，而且感觉它是用杨梅的黑猪，那边的黑猪有得过冠军的，而且那个猪啊，在那里是住冷气房，对，哎呦，对，所以它咬起来其实非常的口感，而且。小姐，小姐，哎，不行了，不行，你不要，小姐，你不要这样，失控了，我们挂了，想干这一回，爱讲干的呀，小姐，放开，哦，失控。它真的是嘴巴一咬下去，完全的胶原蛋白就在嘴中的感觉。还有，猪脚其实它瘦的地方比较难煮，因为你一定要化开，它才会。不是，我只是印证一下熊姐讲的话是不是正确的。它的猪脚是连骨头可以一起吃的，哦，可以蹭，可以蹭它的那个，光看就知道了。我不相信了，我要吃。喂，好了，不要急，还有，在这边呢，恭喜我们道远这一组呢，啊，可以吃到我们的这个咕咕乐的美食，请我们小天使颁一个赞给他。这么多集里面终于吃到啦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妈妈。紧接着下来我们还有非常多的美食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呢后面也可以好好的加油，马上进入有够赞美食秀，有够赞美食秀。要带来什么样好吃的料理呢 ？Oh my god！ 同样欢迎我们今天专研料理十五年的苏金枝苏师傅。欢迎苏师傅。苏金枝掌厨经历十五年，曾在日本经营十三年的居酒屋，所做的菜色深受艺人朋友的喜爱。拿手好菜除了日本料理，还有养生料理哟。之前在日本经营这个居酒屋十三年。哎呦，在日本经营，所以你可以用。自我介绍跟大家问候一下吗？私伊藤と申し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好厉害！好优雅的声音啊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日本料理呢？哎，不是日本料理啊，今天带来的不是日本料理啊，啊，那会是什么样好吃的料理呢？玉米酸白菜狮子头。今天玉品酸白菜狮子头主要食材有黑毛猪甲心肉、上等猪板油、口感爽脆的碧琪和凉薯，拿来当汤底配料的酸白菜、养生的莲子、清爽的冬笋、营养百分百的金针菇、木耳，还有两道秘密武器哦。这白菜做什么？加糖，一起去炖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怎么会遇在一起？对，他怎么会遇在一起的？对吧？他们讲好吗？狮子头比较油腻嘛，嗯，刚好一解酸白菜可以解它的腻。哎呦，哦，解油腻的酸菜，酸的厉害了！哦，原来是这个样，他们凑在一起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那个绞肉，哎呦，绞肉，所以是用这，我们用我们的咖喱马咖猪板油，对对，混在一起，混在一起的，超漂亮的，哎，整块漂漂亮亮的，它看起来感觉就跟我们一般家里去买不太不一样。嗯，你说它高级，它还真高级，它怎么个高级法呢？对面来考考大家了。嗯，请问猪只身上位于哪个部位的猪油品质是最好的？嗯，一颈部。背部，三腹部，请抢答。你看，我觉得答案是二，背部。对，你看他的背后就知道了。你看，那多油啊！喂。说一下猪板肉，你知道胃，他们都是由胃精来做这个东西，真的吗？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氨基酸。没想到他跟猪真的还蛮熟的。请问一下，道远他们答对了吗？答对的。在这边呢，我们恭喜我们的爱神以及道远，给他们一个赞。我们想问你姐，请问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背部那个地方常常运动了，所以他那个组织非常的结实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调呢？好，准备一个葱姜水。水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姜的部分是大切片的，大切片的。那我们的葱呢，直接呢这样等于像要折半的放在水里面。是你这样放进去，味道不会出来。要经过搓洗，那么彤彤小姐帮我们搓一下。哎呀，要搓洗，搓洗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他这搓的时间大概要多久？你搓。把那个黏液，把它那个里面的黏液冲的泥巴搓出来。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刚加进去水里面的时候，它是透明状。你们闻到一股香气，对，有香气，而且感觉修挂修挂有颜色跑出来，而且水变色了，嗯，修挂柔柔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加到这个绞肉里面来。绞肉里面去。葱姜水加入绞肉中，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绝妙好滋味？广告后即将播。它在搓的时间大概要多久？
把那个黏液把它、那個、把里面的黏液冲的黏液拿出来就可以。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加进去水里面的时候它是透明状，因为闻到一股香气。对，有香气，而且感觉修挂修挂有颜色跑出来，而且水变色了。修挂柔柔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加到这个这个绞肉里面来。绞肉里面去、欸、这个十五 cc 就够了。十五 cc 大概几匙？砂糖匙哦，去腥。哦，去腥。十五 cc 大概三汤匙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好厉害！作用是去腥，是做菜。一公斤的大绞肉吗？对对，十五 cc 就够了。一公斤配十五 cc， 对对对，了解。那我们就加一点那个盐巴跟着葱花。哦，了解。一汤匙的对吧？一小汤匙的盐，先把它打。把它马杀鸡。对对对对对，把它浇汁，它有那个浇汁嘛。抓给它均匀，给它抓拢一下。为什么我们不用那个汤匙来拌呢、啊？你手有温度啊，哦、手上的温度，其他手上的温度会让里面的油脂融化。对对对对，我也会做狮子头、欸，哎，真的、啊。但是我看到目前为止跟我的做法都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哦。可以交流一下了，一直都是顺时针哦。对对，顺时针。我帮你看纤维，它纤维已经比较出来了。哎、啊，真的，一直帮你顺时针哦。对对对，继续加你接下去的步骤了哈、哦。哦，像我做的时候是用筷子同一个方向一直搅一搅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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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、哦、你的手就没有温度了。这应该用个大盆，有筷子有温度吗？可以，我们就加糖。我的心有温度，继续加，也是一小匙的糖。对对对，加糖啊，加糖啊，对，加糖。然后这个是香油，加香油，两匙，两小匙哦，哦，不要加太多。然后这个是酒 ，sake， 三汤匙，三汤匙。三小汤匙，风味会更加强一点哦。加一点胡椒粉，加一汤匙的胡椒粉。要瘦十磅好多。每一个人的做法不一样，像我要加鸡蛋，我不知道啊。对，老师要不要加鸡蛋？有啊，今天有加啊，有加，要不要加鸡蛋？要。哦，因为等一下我要把它搓成团嘛。有啦，他那边有鸡蛋，有没有白色有壳的那个叫鸡蛋？我，你要捏？不是。他来看我，看看做法跟我的一不一样。这跟你的做法有没有一样？一般是同一个方向，顺时针啊，顺时针。但是他好像在洗衣服哎。对对对。我们已经和好了哈，接下来我们要加入那个碧琪。碧琪基本上要削了哦，马蹄爽。对对，那我们那边是已经有削好的，有削好的，削好的哈。哎，为什么把它装起来要打包因为你如果切的话，在砧板上比较。哦，这也是一个生活小秘方。生活小秘方，它其实是它有一点淀粉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你切很容易像，虽然像菱角一样，对，它就会顺在那个砧板上。现在有个小 paper， 赶快接下来。你就越切越小。哎呦，干嘛？你拿酒瓶？对啊，你把它敲，敲碎，敲碎掉。敲碎，对对对，哇，敲碎这样就碎掉了。在家里面如果有擀面棍的，一样可以拿来敲。对，擀面棍它一般的那个敲肉的榔头都可以。而且透明的塑胶袋你可以目测啊，要看到里面，很方便。我们就差不多了哈，那就一元机不沾手就把它放进来。哎呀，好，加进倒进去，完全变成马蹄爽啦。哇，你好聪明，这个做饮料很好喝哎。是不是该打鸡蛋了？先加太白粉，好，先加太白粉，先加个太白粉。本来想说终于有一个步骤是对的，结果是错。先加太白粉。一个大汤匙哎，对对对，因为它要增加它的粘合力，所以必须要用那么多。那一颗的蛋，来，好，可以加蛋了哈。是蛋白跟蛋黄一起下去啊，一起下去嘛，对不对？整颗吗？另外一个碗，希望不是坏蛋了。好，确定是好蛋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把它放进来。然后整颗哦，给它放进去。蛋白一起哦。熊姐会耶，你看，哇塞，哎呦，那我们手势就是利落的嘞，贤妻良母啊，无法太师按摩。刚才我们有讲到肥油的部分哦，好，我们是看是要五五还是七比三都可以，随个人喜好。各位看到它的已经变成这样子哦，哎呦，有点带丝状，有点带丝状。那我们叫让它醒一下。差不多醒了，等他30分钟。哦，哎，请他醒个30。醒一下，醒一下。大家睡一下，大家睡一下。好，我们这边谢谢熊姐了，好不好？这里的步骤是 OK， 他熟悉的做示范，你看看。醒的过程，等一下我们要加入一个秘密武器。秘密武器又来了，请问一下，这个秘密武器它加了之后会怎么样？会叫免洗，有可以让你的狮子头量增加。哦，请问狮子头里头加了以下哪一种东西可以让它更多汁？口感更绵密。一馒头。我们有一个请抢答，请不要紧张你饿了，我们大家都知道。二，吐司面包。三，鱼浆。请抢答。哎呦！
小姐，你的媒体都会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你到底你媒体都猜错哎？对呀、啊，我是神奇良母啊。馒头，馒头，对，他第一个馒头，对啊，他猜的啦。因为狮子头啊要好吃，那一定要加馒头，这样才有押韵啊。请问金枝姐是对的吗？嗯，熊姐答对了。恭喜熊姐，我们得到一个赞之，终于得到了。熊姐知道加馒头，但是她不晓得为什么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秘密武器，哎呦，它就是因为它是面粉做的嘛，对，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融到那个牛奶里面哦，然后就会变得很绵细，一定要把它弄碎。那要放多少呢？要把撕撕碎，记得说他们说20公克就可以了，弄成一丝一丝。那我要倒多少牛奶？盖住，盖住，把它盖住就好了。吸好，这样我们肉做好了，是不是要来捏了？捏丸子。对对对，我们在家里做，妈妈都会很懊恼，她做出来的那个大小不太一样，有时候下锅出来的时候样子不好看。对啊，那我们吃的夹的时候，有些人吃大，有些人吃小，对不对？不好选择。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呢？可以让我们很简便的，可以捏出来的大小都是一样的。一模一样的。哦，现在芝芝姐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了。对，你们把它摊平哦。把它摊平。有这样感觉，好像做汉堡肉的。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。对啊。对对。这个老手啊。我知道了。一出手便知有没有。摊平。这下面我们先垫了一个保鲜膜，对不对？对。免得它粘锅。别走开，广告后告诉我。芝芝姐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了，你们把它摊平哦。这个老手啊，我知道了。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摊平。这下面我们先垫了一个保鲜膜，对不对？对，免得它粘锅。然后画格子是不是？啊，那就变蹦逼胖了。是不是画格子？你看我多聪明啊！区分它，这样比较科学。画格子大小才会一样，比较科学，对不对？厉害。刚刚做做几个都知道了。接下来有没有调一个酱汁？好，调酱汁来。还有酱汁啊，寿司，这搞纲了。一定要美食，一定要搞纲啊，不然怎么会好吃、啊？一定要呀！我们要怎么调呢？所以，我像我们这种急性子，没办法做美食、啊。我们用太白粉，像少放两样就出菜，一大匙。对对对，然后一点那个太白粉啊，矿泉水哈，矿泉水，三大汤匙。四大汤匙，四大汤匙，五大汤匙，六大汤匙，矿泉水五大汤匙啊，哎，太阳粉一大汤匙啦。阿宝，你要问我为什么要加酱油？哦，为什么要加酱油？要加酱油，让它上色，生抽一匙啊，两匙。所以金姐，它主要的目的加酱只是上色，跟咸度上面是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然后把它调匀哦。好，然后这个沾汁是关键哦。刚刚我们的金枝姐说这是关键啊。嗯，请问太白粉调成的沾汁沾上肉丸子，可发挥哪一种重要的功用呢？嗯哼，一让口感香脆。Oh yeah。二定型。My God。三容易入味。请讲吧。据我做狮子头的经验，应该是定型，比较不会松散。金枝姐，请问我们熊姐答对了吗？答对了。耶！恭喜熊姐再得到一个赞之。平手了，要平手了哎！真的，快跟我们打危险了。哎呦，熊姐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发现她其实她是平常会下厨的，懂得做的方式很多，对，对不对？哎呦，金枝姐，哎呦，她已经动作手脚这么快了，五颗就出来了，五颗就出来了，五头狮子嘞，五头狮子，五头狮子，对对对，哎呦，真的，一样大，已经在这里了，而且它大小真的还是一样大。对，我们油锅已经热好了哈，好，接下来油温大概多少？180。180度，这火可能要大点了哈。对，然后我好像洗个过个水，洗个澡。对对对。其实我跟你们讲哦，狮子头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它不叫狮子头哦，它叫什么？它叫什么名字吗？叫什么？葵花馅肉。扬州有一个很漂亮的葵花的一个景点，那个国师就把那个肉丸搓成像葵花的心的那个形状，很饱满，便就叫葵花馅肉。但是因为它的心很饱满，它样子长得很像狮子头的形状，所以才最后改名成狮子头。所以是因为它的外形的关系才叫狮子头，就对。对，然后那道菜就从此在扬州红遍整个大江南。哇，我就想那个砂锅了，我就想到三杯鸡啊。其实说油炸，女生其实下厨最怕油炸。对，因为他们喷，而且遇到水，对啊，更厉害。哇，已经炸，好漂亮！哎呦，那颜色嘞，哇，那叫碎啊那样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砂锅呢，已经铺上我们的酸菜了，对不对？酸白菜，酸白菜，酸白菜，颜色有多平均？好，大家可以看到老师已经将它起锅了哈。
然后呢，它颜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三个狮子呢，雄赳赳气昂的站在桌子里面，真的有雄赳赳气昂啊，雄赳赳气昂，放一些笋片在里面，哎，笋片，笋片，加，提鲜哈，半天，提鲜，对对对对，要莲子，全部放吗？而且呢，也可以增加一点点的口感，放一些那个金针菇在里面。我们还要放金针菇啊？对对对，这菇类养生啊，对，菇类它可以那个吃菇类最好。哇，这个、哇，高汤就把它放进来，真的哎，这一招可以把它学起来。我想问，这高汤是什么高？排骨高汤啊，还是什么鸡高汤吗？还有鸡也鸡也鸡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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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讲了鸡汤啦。这样子要焖煮大概多久的时间呢？像这样到滚的话，差不多15分钟。但是我们有发现一件事情哦，我们几乎所有的材料都下去，但是还有几个。还有秘密武器，我们今天要加入一个呢，花的球根，要增加它的香气。花的球根，对对对，好，先来考考大家啦，赶快抢赞。好，请问以下哪一种花的球根是可以食用的？可以吃的。天哪！一，海鱼。二，百合。三，水仙。请抢答。我这是派底啊，又啦，快啊！照逻辑来推是百合。照逻辑来推，照逻辑。请问金枝姐、熊姐答对了吗？对，因为呢，百合它到秋天会结成球根。对，打开啊。答对了。哎，我们恭喜熊姐拿一个赞字。哎呀！哇，志在必得哎。谢谢。壳中的根茎，但它其实大家侧面看，它还是一片一片。它本来是绿色的，它慢慢的熟成会变成这个白色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是要打开了哈。好，今天已经滚了，我们都滚了，对对对。刚刚的球，哎呦，颜色对了，这颜色对了，梦想中的。Oh my god， 我的金枝姐呀！哎呀，把它加进来哦。头啊，对对，百合球，这千万不能煮过头。哇。起锅之后把它铺在表面，再给它盖回去啊！再把它盖回去就可以了。又闷的，这个时候火是关掉的吗？火是关掉，火是关掉的。它里面热气，那水蒸气在这个锅里面闷的。哦，给它闷，它闷多久？这个百合的话是要吃之前的5分钟放进去。5分钟前放进去。然后我建议要吃狮子头的时候啊，前一天晚上做起来，隔天晚上吃是最好吃。对，熊姐知道。隔夜真的假的？跟咖喱为什么？跟咖喱一样，再热就更入味。对对对，咖喱也是隔夜咖喱好吃。我们把冷掉，重新要吃，再加热一次要更入味。更入味。现在这边要马上公布一下我们今天优胜的单位。我们恭喜熊海林熊姐。好吃料理马上就要上菜喽！哎呀，好漂亮的颜色！哎呦哎呦，天哪！我的口水一直分泌。修了，烫。好吃！你刚刚吃起来呢，有一点绵密，还有一点 Q， 而且吃完就很开胃。哎呀，大家太加培根。我跟你讲。有一种哭了哭了，有一种那个恋爱的感觉。哎呦，啊，这种感觉，高低啊，什么高低啊，酸的。好，在这边呢，恭喜我们的熊姐呢，得到我们的食神奖杯。恭喜！哎呦，哇，有奖杯拿，冠军杯，又不是他煮的，干嘛给他奖杯？在这边呢，谢谢我们的金枝姐。金枝姐是在一个这个上海餐厅任厨啊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在济南路上面。哦，在济南路上面。谢谢我们老师今天带来这么精湛的手艺，谢谢大家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7:30至8:00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《新兵进行曲》。